在 Steam 上获得极度好评的 Warhammer 40,000 Mechanicus 在近期也移植到了手机平台。游戏中玩家将扮演机械神教的教主，带领帝国的部队前往探索一颗全新发现的幽灵星球。游戏的对战采用回合制进行，玩家将在不同地形的场景中运用各式各样的机械道具与敌人交手。而身为机械神教的教主，玩家将能够客制化教徒手中的武器，让他们搭配不同的载具，创造属于自己的战斗风格。在探索的途中，玩家也会遭遇各种事件，并从中逐步决定帝国部队的命运。至于要做出哪种选择，就留给你来亲自判断咯。